因为昨天打了几把创意庭院，那就换两个金色药水。为什么要换两个呢？因为换两个就刚好可以升级一个五阶金卡植物。那我们想一下，这么好几个植物，选择谁先升五阶呢？前思后想啊，我觉得吧，其他都比较普通，我比较喜欢的这个烈火蕨希望能升五阶，这个也是前些天双十一那个团购花了好多钻石换回来的，所以先升它问题不大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们都满级了吗？来吧，一般情况下满级了一个植物肯定要拉出去试试水，那咱们就打一次海盗港湾第22天，等下再打一次蒸汽时代第21天啊，都是两个老关卡了。这个火呀，它能在水上飘啊，真的是666啊，牛顿看到都笑出花了。那这个植物呢，有一个很大的特点，就是非常吵，可以说是游戏内最吵的植物。来，注意耳朵听一下。哈哈哈，兄弟们，你们的耳朵可还好？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。好了，跟你们开个玩笑啊，那接下来听一首歌曲，打一次蒸汽21关吧。